众生无量法无量，慈悲喜舍度无边。全体请面向浴佛台，齐声唱诵赞佛偈。全体向佛行三问讯礼。一问讯：再问讯：三问讯。天上天下无如佛。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境界，一切无有如佛者，接下来，我们将以最恭敬的心展开献供仪式，供灯烛照亮十方世界，供香汤洗涤心中无明，所有大众以敬祭清诚之心感报佛恩，与慈悲愿行报父母众生恩。我们要以清净心香礼敬诸佛，祝福吉祥。献灯烛，礼敬诸佛，供灯烛，赞扬三宝，献香汤，礼敬诸佛，供香汤，赞扬三宝，感恩诸位献供者。现在我们恭请八大宗教领袖来到台前，一起带领大众祈祷。恭请八大宗教领袖带领大众，为世界、为天下众生默祷一分钟。感恩八大宗教领袖。接下来，恭请诸位法师为我们揭开今日浴佛大典，祈愿法水甘露润泽人心，感召风调雨顺，
天下无灾无难。大众浴佛开始，礼佛祖接花香，祝福吉祥。礼佛祖接花香，祝福吉祥。今日大众在此遇佛，因缘殊胜，功德圆满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以虔诚一念心，绕佛绕法。遇佛是洗净心中尘埃，又如此刻天降甘露，让人人洗净心中的烦恼与无明，让人人显现自信三宝。当人心如佛心，则世间皆大光明。今天我们将此虔诚的功德回向给父母、师长于天下众生。现在全体大众摄受一心，绕佛绕法。